15 Pro Max 掉价竟然这么快。今天市场老板给我发消息告诉我到点硬货，15PM 港版的全新微激活，看看到底有没有优势啊。最近百亿补贴的15 Pro Max 的优惠力度非常大，大家可以去买哈，薅羊毛。然后呢，这边也是高价回收。看一下今天512G 的市场报价9570，这些就是档口老板新到的15PM 港版全新微激活512G。要说明哈，港版跟国行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区别，支持双卡双待三网通。目前市场上这样的全新微激活港版512G 的，今天报价行情8200，搞几台回去囤货，一台赚个200-300，差价还是挺香的。顺便拿几台13 Pro 1T 的内存，外观基本上9899新的标准，充电次数全部都是0-5次的个位数，准新机的标准，仅激活未使用。然后呢，系统呢也是16的系统哈，支持这个巨魔，看这个台是16.5的，黑色、白色、银色、绿色都有。这样的准新的机器，目前市场行情每版无锁在4650左右。同样配置的13 Pro Max ETB 的充电个位数准新机，市场行情在5150-5200。一般白色的机器会贵一些，很多人买二手机专门挑这个系统，尤其是16系统啊，大家可以入手这种的，品质性价比都非常不错。二手的价格，全新的体验，美版 14PM 256G 电池寿命100，外观99新，充电次数一次。目前这种机器市场行情在6000出头，个人觉得目前这个百亿补贴优惠力度很大，买 14PM 的二手机觉得这个性价比不太高，跟全新国行的差价1000多块钱，觉得实在是没什么意思。我也是有点不理解这个粉丝朋友为什么要非要找这个。然后这台挑的也是比较精品的，13 Pro 128G 的国行，电池寿命100的原机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充电速度116次，是一台官换机，这台是非常稀缺的。这就是今天从市场挑的几台精品机，记得点个关注。